好，来到了最后一局的 BP 环节了，。现在是 GG 的求生者，先进行搬选，搬掉邦邦、爱哭鬼、雕刻家，果然把这些奇迹性的角色全给你搬掉。对，保平思路，保一个的思路，放你。红夫人有点头疼，放你对，现在开始头疼了，看到对面没有选择放任何一个可以创造奇迹的角色，有点头疼。搬掉了先知、机械、佣兵加野人，是的，小提琴吧，不至于，来吧，我觉得要来了，那就奇迹小提琴，你觉得？得来，得来，因为这是唯一一个能秒人的机会，我觉得得来，对，他不然限中了，谁都可以秒，不然的话，机会在哪里？对，但是得要他自己熟练度有足够的自信才行。这中，哎，牛仔，这牛仔一定要拿出来。真的要拿吗？应该要拿，应该要拿，要拿。不拿的话就，其实牛仔也是个不稳定因素，但是牛仔其实挺烦人的。现在我们这个音乐也是非常的慷慨激昂。是的。求生者这个阵容的话，也不打算跟你弯弯绕绕了，拼一拼，打一波硬实力。是的。主要这局枯草还有前锋玩，他的前锋可以说是搅局者，对，所以得要选一个不怕前锋的角色。如果是小提琴，也没那么怕前锋。安是绝对不行的，绝对不行的。对，你觉得为什么安绝对不行？因为安见到前锋，他要跪下来。真的吗？他真的要跪下来，除非你追他。是，但是这个局你追前锋，四抓不了。确实是这样，但是安的话，这个土板子太多了，我随便下板。前锋一来，我安可以处理处理牛仔啊，你前锋是过来干扰不了的。对，但是你只能辅助撞。我只要有板，我一下一晕，我撞你。只要能晕住就行。对的。是的。前锋完全可以带双坦，你再反手追前锋不行的。是的。这边也是锁了，锁了。牛仔还是确定拿出来了。刘爷爷缺席了那么久，终究还是来了。来了，这边选择红夫人，还没锁吗？还没锁，没锁，不一定。还有三十多秒时间，在犹豫当中。还没锁，锁了，锁了，锁了，真就胜负全看红夫人吗？红夫人与牛仔，对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那前锋的发空间非常的大，是对。所以他有足够的自信去应付枯草的这个前锋。天哪，红凤这个角色，我保平，他太难去三抓四抓了。是的，所以一定要奇迹，奇迹的镜像，打到每一个的机会才有机会四抓，一个失误都不能有，甚至必须要有神来之笔。没错，对，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。想都不敢想，真的是想都不敢想。没错，这种关键节点还是要看红夫人啊！我天，结果没想到奇迹的这道光又照到了红夫人。现在准备进入比赛画面，本场比赛是由记得求婚者对阵翻不拉出血的接吻者，由解说梁阿皮、解说艾丽、主持人为您带到 COS 全球总决赛实时赛况解说。刷点会还行、哦、还行，还可以，脸上是四四五，还有枯草牛仔与红粉的，哎，但是没有选择追，看了一下没有选择追，回头换了一个方向，这边是谁？这边是守墓人，守墓人纸笔这边能来及吗？能不能？哎，这边没有交，这是交了，可以到的时候再交，没打到，没有打到，
那这边可以再换，亏了。他刚刚应该是第一时间交铲子的，不然的风险太大了，还会被打到。亏了，对，是的。那而且他带了什么？放前锋带了什么？右下角。带了兴奋。是的。那兴奋，你要去追谁？追前锋吗？不能找前锋。这个局不能找前锋。完了，那这样子这个开局非常的不好。那这边还是选择想去找一手牛仔。对的。对，那牛仔也是提前拉点啊，45反应非常的快。找到人，开局有点逛街，有点逛街的味道了。开局已经是60多秒了，同时看到一个洞，看到一个洞亮起来了，后面有人，这边应该能意识到。对，看到了，是个牛仔。这边应该不会拉预判镜像，还好。对，没拉，确定了，这个位置有个位移的，肯定是牛仔。但是后面前面有洞，即使他动了，先把洞给处理了，不着急。哎，但是这边他想投，其实。这个镜子的话有危险，他可以投，他可以钻洞，他可以往脸上走的，对，他会往脸上走的，他这个镜子他只要重新打一个旁边打一个洞，对，他得重新打一个洞，靠后面打一个洞就行了。是的，他得重新打洞，他不打重新一个洞啊，是必吃刀的。哎，但是这边打中失误了，这位置，而且他不招技能，他很有可能会防闪现。是的，没错。是的，这边要不要骗一手？要骗一手吗？这个时候没有闪现的话呢，应该是考虑他是不是想省镜像，或者是别的情况。前面这波镜像有个洞，倒了，没洞的机会了，就进转过去。这边直接进转，但是这个不对，卡得很好，镜子放太歪了，这波镜像就半局啊，白送了一个镜像，立马只要丢三台了，直接底牌底，底牌切了，闪现了，认真的吗？认真的，真的是认真的。现在四五过来，四五，这是牛仔已经过来了，一个牛仔，牛仔能不能攻下来？能攻下来，攻攻下来了，4-5。我的天哪，站出来了呀，这是宿命的对决吗？这个迹象一秒，这边一个弹射不是刀了，他进洞，还好还好，目前局势对于他来说非常的不妙，还有一个牛仔的脸上，我的天哪，这波牛仔的牵制简直就像前锋折磨，对，完蛋又被勾下来了，来了，哇，这把牛仔天秀完了，天秀45实在是太秀了，哇，还没打到，太强了，这个牛仔教科书般的牛仔，太折磨了，他已经把钩子都用完了，才发挥出他所有的能量了。红夫人凭什么能打牛仔啊？是的，这个到了机会打到吗？但是这个急了，哎，这边摁错了，冲向了，完了，让他技师是能转盘局的，他现在还能拉远。密码机这边已经丢了3台半了，是前面一个半区博弈，哎，是的，前面这个板，得逼镜子，镜子还有下一波，而且这波即使倒了，他不是才刚让椅呢，密码机已经快压好了，是的，还有一个板，对，还有一个洞，这洞如果能，哎，其实现在对于仔仔来说已经牵制非常久了，再来一个洞。这个他不能，哎，他这个洞必须，没关系，但是密码机左边，观众朋友们看一下，左边随便救舞台，对，随便救，撞救，撞救都可以了。上挂就是舞台，随便救，随便打，因为这是一个只需要走一个的。出头来了，撞救，连给你博弈震慑机会都不给，打一刀，另外一边密码机已经要好了，再补一个撞，出头，我的天啊！前锋还可以撞，是的，直接亮了，直接亮机会。这时候守墓人已经在点门，只需要跑一个，军心就能取得最终的胜利。倒了，就看守墓人在这边一半了。枯草现在不用走，枯草留在这里也没关系，因为他们只跑一个就可以了。陪你玩，陪你玩，我手里面这么多钱，我陪你玩。前锋把命交了，都是的，都可以玩。门已经开了。这个门已经开了，这个局撞一下，撞一下，这边闪现，闪现输了呀！而且这个局还是有点远的，所以甚至还要秀你。这个位置要打，前锋开枪再秀，打到前锋没关系，都留在这里都没关系，已经没有关系了。这个局没有悬念了，最终的一个胜者。是的，这边45已经走了，直兵已经走了。就是这一刻，恭喜奇迹战队拿下2021年第五年的生日大会是全球总决赛冠军！恭喜奇迹！恭喜！太不容易了，我真的觉得奇迹的球监管者，特别监管者发言，今天表现特别亮眼。
皮皮虾实在是表现得太耀眼了，太强了。对的，而最后一局 GG 的求婚者在优势的情况下呢没有扔，稳扎稳打，最终取得了胜利。我的天，让我们先把画面交给现场吧。